来快来小梦，第一天上课就要迟到了。来了来了，我滴个乖乖，我是牙没刷脸没洗就来了。快走快走，去晚了老师要批评我们了。好好好。第一节课是英语课，右边右边。里面不会坐满学生了吧？那我们就好像没有哎，进去看看。一个人都没，好家伙，咱俩没迟到，其他人都迟到了。先上课先上课，小梦，点击左下角的学习就可以开始上课了。第一个 dinner 晚餐的意思 ，China 中国，又一个中国 ，car 汽车 ，money 钱，这个我说。小梦，你学的怎么样啊？我肯定是全部都会啊，桃子，别瞧不起我。是吗？你不会拿着手机去百度了吧？我操，我被发现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这都小菜一碟，小学生来了都能全对，更何况我一个大学生。哦，嗯，确实。上完英语课，咱们该去社团了，小梦。嗯，社团，社团好啊！我要报游戏社。我要报游戏社。怎么可能会有游戏社啊，小梦？你在做梦呢？我生病了，小梦。生病？什么病？头脑发热，应该是发烧了，得去二楼的医务室看病。快带我去看病，小梦。这个小小的发烧还用去医务室？来，我给你两拳，你应该就好了。我给你。到了，到了，就这儿了。桃子，你快看，这有个学霸，咱们跟他交流一波吧。不，他现在是生病状态，小梦，你是不是想死啊？来了来了。进来之后点击看病，等他加载完我的病就好了。哦，这么神奇吗？我不相信，我小时候看病都得在屁股上来两针才行，你这个得打针，桃子。真的吗，小梦？你莫不是在骗我？不可能，我小梦什么时候骗过人？来来来，这里面正好有床，你躺上去，我给你来打一针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不好意思啊，桃子。怎么啦？我好像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臭流氓。走了走了，我们赶紧去社团吧。好好好。哎，你从哪儿走啊？你怎么跳窗户啊？我这个叫不走寻常路，你知道吧，小梦？看一下我们的社团，月亮形状的，好看不？好看。我怎么退到绿化带上了？进去之后，我们站在这里就可以选择社团了。有零食社、玩偶社、宠物社，还有玩具社。这我们选哪个啊，小梦？选玩具社吧。玩具社，玩具社不行，小梦。啊？为什么？你看哈，玩具社和玩具蛇谐音，我害怕蛇，所以不选玩具社。那玩偶社？不行不行。宠物社？也不行，我怕宠物咬我。那就只剩下一个零食社了。哎呀，我也知道这个零食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但是我们没得选了呀，对不对？好像是这么回事，但是又感觉哪里怪怪的。来了来了，哇，全是零食啊，小梦看到了吗？看到了看到了，但是这些好像不能直接吃啊，是不是要加入社团才行？问一下社长，社长说要消耗100点声望值才能加入。啊，我们没有声望值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看别人吃呗。看别人吃呗。未完待续。